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那么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上次有录这个新的角色卡功能嘛，现在改名叫做那个什么联盟战地，对，叫什么那个风之谷联盟战地，对，风之谷联盟战地，对，它就不叫角色卡，叫风之谷联盟战地，所以就是一堆人一起去打嘛，对。那有听到蛮多人说这个拼图不太会排，对，很难排，巴拉巴拉。我一开始在弄的时候，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我也是弄得傻傻，很难排。对，那我后来有抓到一些诀窍之后，就觉得还蛮轻松，而且其实排这个还蛮好玩的。对，可能因为我喜欢排拼图吧，我就觉得排这东西还蛮好玩的。对，那我先跟各位讲一些要注意的点好了。如果你想要短时间内赶快将那个什么你等级提高，像我现在已经是老手联盟二，对，如果你想要赶快让等级提高的话，有几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呢，就是你可以，就因为我其实之前那个什么截取拿的那个高级符号卷都没有用，那没有弄的人恭喜你啊，你可以赶快现在点开来用啊，因为你现在如果有这个高级符的话，它每天会多一个额外的每日任务。对，一样也是打100只黄金龙，100只宝贝龙跟20只黄金龙，就可以多30个硬币。我找一下没有任务，我看一下。任务好多好多，说一下。有这个，这是这个东西，它就是把这两个任务合在一起，就是它这个任务就是两个嘛，一个是打倒迷你龙，一个打倒那个黄金翼龙，对，那就会多30个硬币，就是，30个还是十几个，我忘记，反正就是会比平常多一倍就对了，对，就很多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急着要去打王什么的啊，可能你最近在练分身或者是没什么在玩之类的，你不一定要先把就是你的那个效果都弄到最好，你可以先去看每一只角色，它下面会有一个数字，这是代表它的战斗力。对，那它顺序的话，它会先由等级来排，但是并不是代表等级高攻击力就高。虽然说等级越高攻击力会越高，没错，但是你身上的星星数越高，好像也会增加。那会如什么东西会影响到攻击力、战斗力，我是不太清楚啦。我目前只知道说有第一个最重要的等级，再来是星星。那潜能那方面的好像没有什么差吧，所以就是你不用太担心说什么分身装备不好什么的，就是把星星抽高就可以了。对，那像我的神之子就是1400嘛，那猎物是940，然后像是你看猎物是204的，然后这个是202的样子，他们就有差，这个是960、940。对，那你可以优先将好的都丢上去，那我们可以来教大家怎么配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全部都给他。那么排这个拼图有一个最重要的点，就是它一定要中间，就是一定要其中其像是我们这样移开，我们移起来，那个 SS 会有四个方块，那 S 的话 S 会有三个，然后 A 会有两个，然后 B 啊没有 B 就 A， 最少就 A 而已，对，所以 B 就没有了，对。好，那所以就这样子4321。那我们这些方块里面啊，就是你会看到像这个四格嘛，其中一格会有一个小图案，这个红色一把刀是代表剑士的意思。那你这四格之中一定要一个，就是一定要一个符合那个图案，像是我们假设我们这样子摆，可以这样子摆，我们这个小符号一定要在这四格中间。那如果说假设我们这样子转过来好了，我们就不可以这样子摆下来了，你会发现你看放不下来，即使你对了再准，它也放不下来。那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给它去转一下就可以下来了。对，啊，这是蛮重要的部分，因为很多人不会摆的话，就是会很容易就什么啊摆不上去啊什么的，就会觉得很烦这样子。那你点一下，它就会出现这个界面，就是这个是旋转嘛，这个是上下颠倒，这左右颠倒，这是旋转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想要跳开，你会发现点左键没有用，你就按一下右键，它就会关掉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再回来一下，我先恢复原本。你可以先看一下，它这边会有一个什么智力、幸运、MP、攻击力什么什么的嘛，啊，这个是可以自己追加的。
你哎，也不是原始最佳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改位置。它原本预设并不是这样，是我自己有动过。对，就是你只要在这个字这边按一下组件，它就可以选择，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改到那边。然后像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那个什么老手了嘛，他老手之后他会开，哎，好像新手四级好像也会，就是他会开放一排，就是他有内圈跟外圈。那外圈的话，他这个外圈是不能改的。像这边是 boss 伤、暴击几率、获得经验，然后这是什么？状态异常耐性，还是暴击伤害、不致防御力跟 buff 加持跟格挡。那我个人我最需要的就是 boss 伤，再来是暴击伤害，所以我才摆成这样。那如果大家有喜欢什么，就是可能想要经验值跟 buff， 像这两个的话，可能是这个是练功的人需要啦。啊，这个是大概是主教吧，主教其实是这个还蛮有用的啊，还有不是防御什么巴拉巴拉。假设你需要的是这两个，然后你可能是啊，假设是幸运跟攻击好了，那你就是这样子摆，然后把方块全部堆到这个地方来，就是它就会摆好了。对，好，那我把它改回来，把它改回来，这个是攻击。所以像我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是剑士嘛，就是第一个重要的攻击在是力量，然后这边 boss 上一定要排满，这边暴击上一定要排满，这很重要，超级重要。那就是像这样子吧，会有一个小缺点啊，就是因为它中间一定要有其中一个是有药图案的嘛，像我是把这个摆成图案，然后它每一个拼图都一定要有连接在一起，它才可以就是有效。像是它这个土黄色就代表有效意思。那假设我把这个拿掉，把这个右键拿掉，它按就是对拼图按右键就是会取消的意思。你对右对这块按掉，你会发现哇，全部都变成红色，代表说全部都不能用。你看到攻击力减19，然后战斗力全部扣掉，这是没办法的。对，所以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，就是中间一定要有，然后一定要全部都连在一起这样子。像是你这个，你可能如果你也断掉了，那就把它全部剪。大概是这样子啊。那怎么排拼图哦？还是给大家看好了，大家有没有办法从中学习这样？我觉得其实排这个还蛮好玩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可以先从最高的摆，那我们就先摆中间嘛，就是最重要的摆中间。好，再来我们就是照着伤害，我们就照伤害好了。再来是960嘛。960，好，那我们就会想说要摆它。我们如果摆，我们假设啦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这，就是这边都塞满，然后这边塞满嘛。那我们会发现这个拼图样其实就没有到特别的好，因为摆这边的话，这边空一点嘛。那我们可以先随便乱塞，就先塞。我有一个小诀窍啦，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先塞这个地方，然后你给它转一下，它是变红色的，那你就可以自己提醒自己说，哦，你这块还没有摆好，先只是先借放一下而已。就可以，好，是这样。好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好，先摆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来是940嘛。那940你发现哦，这个形状还不错，对，可以放在这个地方，还不赖。对，好，再来是840嘛，看一下页哦，889，这边都很高，910，下一页啊，都更低啊，910是这个形状啊，就是摆这边啦，看舒适，很棒。再来900，哦，这个形状也很棒。好，再来是890，这个形状，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形状其实会发现摆那好像不适合，那我们可以先将这个稍微移下来一下，对，然后旋转。然后这个就可以先大致上面先塞这边，放好一点。那你会发现有这个形状嘛？其实这个形状很适合那个 S 有很多种形状，我们可以先挑过一下，拿一个 S 的这个，然后给它摆上来，然后给它旋转一下，那我们这个就可以把它拖上来，好，舒适。再来是880跟840。好，这个是飞机，好，刚刚好，塞的刚刚好，大概是840。
好，那这个行政的话就会比较尴尬一点。嗯，好，我们就先把它放到这个，先给它调回来，然后这个给它摆上去，然后这个再给它转一下。好，你就发现这两块都不能用了，对不对？记就可以知道。然后发现这样子好像看不太出来，对不对？摆过来一点，然后给它转一下。哎，啊！好，这样就可以很明显知道地图大概长怎样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继续。哎，我们先来确认一下，一二三四都好了，五六七八都好了，再来就 S 嘛，所以 SS 都摆完才是。好，那这个形状的话，像是这个地方啊，它剩五格嘛，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拼图是剩五格。那我个人会建议说，就是如果你是练很多分身的啦，就是尽可能把 S、S 跟 S 都摆好，所以就是要么四个，要么三个嘛。所以这五格其实蛮尴尬的。那我们可以稍微的，其实先把这个移开，因为它这个是四个嘛，我们可以先，再转，好，白，好，再转。我们这个形状我们可以贴像这个三角的。那我们来找一下哪一个是啊、哦，这里三角，转转，好。再来就是我们可以摆这个也是一个三角，然后这一横的像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摆这个一横、像这个我们像我的做法，我是先想要把它摆到这边，然后再给它转正，但是你会发现它摆不上去嘛，这种尴尬的情况。那我们可以先把它放上面一格，然后再给它转一下，对，没错，这个转一下，再把它拉下来，这样就摆上去了。对，小技巧，小技巧。好，再来伤害是420、430，好，那目前看起来430最高哦，刚好又是我们想要的形状，很棒。好，填上去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往这边发展。其实我这里算是有一个错误的做法啦，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先把这边填满，我们这边都应该先不要管，然后我们就是。就是这边都先不要管，然后要先把这边塞满，这边满了再填这边。但是啊，没差啦。好，那这块我们就派上用场啦，我们就给它转转转，给它提过来。然后这一块是长这样 ，OK， 可以用。转下来，放下来。这一块，这一块其实我还不知道到底摆哦，摆这边不错。往上来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像看，就是尽可能的，就是不要去那边缺一块，这边缺，就是尽可能把它尽可能就是稍微摆齐，就是要么是这种空洞两格的，不然就是不要像是这样子，就是这边多一块，或者是这样子这边空一格，那边空一格，就是很不好，因为会后来会很难摆。对，尽可能就像这样，就是比较干净。好，我们再确认一下，一二三四都好了，五六七八都好了。9、10、11、12，这是420万嘛？看一下下一页，430。好，那目前看来是这个最高。OK， 那我们就想一下这个要摆哪里，我们就发现这个地方最适合它的地方。再来4、370、360、350，那就是370咯，370。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。这个地方，上面就是这样子嘛，然后再来是360，好，就会发现这个形状其实会比较适合，就是摆在这个位置啊，对，但是目前还摆不到嘛，那我们先给它塞到旁边去，转一下，好，然后再来是340、350，350也是这个形状。好，再来是340，好，340，又是这个形状，好多，一二，差不多了，看一下还差三个人嘛，三个人的话，这还有一个300的，好吧，好，其他的都是。都是很的，很好，很会。
好，终于有一个这个形状的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不要放过来，然后转架，然后拿这块，这一块就可以给它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你就发现目前是这个形状嘛，对。那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因为你需要的都已经好了嘛，那其实你这样子给它随便的摆一下。给它随便的摆一下，其实都可以嘛，对不对？你还多一块，绰绰有余，都已经摆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其实是因为人多的关系啦。那如果说等级还没有那么高的话，总是会需要一点要求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先示范一下，就是怎么将，小转好。我们要来示范一下怎么，就是把这个填满，就是尽可能填满。像我们现在这边是深这样子嘛，那我们可以就是这两个至少一定要满，对，这可以少一个没关系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怎么填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，那这个其实是个空缺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块，那我们可以先将这一块补过来。可是你会发现，我们补过去的话就空掉了嘛，所以我们暂时先拿这个来顶替一下。虽然有覆盖啊，可是没关系啊，你就只是先给它顶替一下啊，自己要记得。好，转，啊，就这样完成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那我想想哦，我请它一下，然后稍微看一下它的形状。我们这个就给它。转放过来，这一块，接过来，然后放摆了，上去，放去。下这个形状的话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顶上，好吧，它没办法重装，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收起来，然后这个我们给它放下来。那我们刚刚收的是哪一块啊？才不要忘了，忘记看字眼。彩电的话，其实比较适合上面那一块。那这个我先停下来，然后这个，那其实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上面都已经填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就已经几乎还算是蛮轻松的，下面就随便摆啊。就是我们现在有多了这一块跟这一块，这一块是在中间的。好，那这样子其实就 OK 的啦，对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就是这样子。这边给它插一下，那这边就是多两格嘛。那你这两格的这边的属性，你就可以给它弄成那个什么，就是你次要的。像我是剑士嘛，我这边是力量，就弄不成。那我这样格可以用敏捷这样子。那这边就是一二三三格嘛，三个可以用敏捷。那这个一跟这个一跟这个一是没办法，是无法避免。有一个方法就是，我们这边把它拆掉。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像是这个形，不对，差不多这个形状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可能。好，这块我们可以拿这一块来顶替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这一块就给它放到这边，那我们就多一格。那这其实也算是蛮有好处的，对。或者是这边这个也可以，啊，好吧，都没有比较适合的，啊，没关系。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对，你也可以稍微瞧一瞧，就是假设这个是长这样子，我再给你瞧一瞧。
好，那这样就排好了嘛，那我们就过这一块，这块我们可以打叉。那医生有职业多啦，啊，职业少的话可能没有这一块，这样十八个其实已经很多了，对，十九个就是差不多。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发现不像，没有贴牌啊，好，这样子很棒，对啊，一样嘛，十八个就长这样嘛，因为就是那样子是很漂亮，很干净，看着就很舒服，对。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习惯排拼图啦，所以我觉得排这蛮好玩的，也蛮简单的，对啊，大家看了不知道会不会不傻傻之类，我是不太清楚啦。对，那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留言告诉我，对我尽可能帮忙解答啦。对，那这大概是到这边吧，那就感谢各位的收看啦，拜拜。